确实很香。咖喱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爱吃荧光咖喱，自己说有。哦、我觉得荧光咖喱超好吃，对它超怪，哪有？超级怪，好吃哎！荧光咖喱没有马铃薯哎，我不懂。你喜欢的是马铃薯吧？你喜欢的是马铃薯，不是荧光咖喱吧？好吃啊！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VTuber 报新闻，拍手，拍手，耶！我要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今天是非常厉害的主播，我是植物计划所属尼尼昂的黄 Kelly， 两位两位帮我拍手，好，拍手拍手，谢谢拍手拍手，拍手，下一位下一位，我是尼尼昂的林蕾，请大家多指教，晚安晚安，晚安晚安，晚安晚安。晚安那我也是今天的主播之一，尼尼昂的陈有子咪，大家晚安啊！嗨，晚安。国民美食 PK， 网友热议为何鸡肉饭的地位会输卤肉饭？嗯，这个真的是，哇，是个谜，这是什么引战？其实说不定，说不定你做调查的话，说不定鸡肉饭没有输啊。对啊，我难过，我难过。喜欢，其实我也是喜欢鸡肉饭大于卤肉饭哎、欸。那挺好的。说，其实我喜欢卤肉饭、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卤肉饭。好、oh. ，这票这票。没关系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话题我也很好奇。要不然我们先来看个新闻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看新闻啦。白饭配上鲜嫩鸡肉片，再淋上特制酱汁，配上鸡油的香气，香喷喷的鸡肉饭是许多饕客的最爱，也是嘉义必吃美食。不过最近有网友在 PTT po 文表示，鸡肉饭不论美味、香气、肉块的饱足程度都不输卤肉饭，但长年以来鸡肉饭的国民美食地位却一直不如卤肉饭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卤肉饭的一个秘法，那我们吃起来说当然的感觉。觉得还是嘉义的，它吃的感觉，因为感觉就是嘉义的特产，所以吃起来的味道真的不一样。有民众认为各地都看得到卤肉饭，但好吃的鸡肉饭太少。业者也表示，比起卤肉饭，鸡肉饭的制作工法相对复杂。卤肉饭的那个制作难度比较低，嘉义火鸡肉算是云嘉南特有的那个火鸡肉，其他外县市其实很难会有运输上面的那个困难，酱油跟葱油又需要另外不同的工序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卤肉饭由于制作相对简单，在各地都看得到，也难怪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美食。不过鸡肉饭也不遑多让，就看个人喜好买单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陈宇安嘉义报道。我觉得超赞，明天就吃，结果我要吃卤肉饭。OK， 完了，看完还是卤肉饭，但我真的觉得鸡肉饭也很好吃，也是很好吃。我刚才有看到有人说他们会点双拼，双拼的哦，你说鸡卤饭吗？就是又有鸡肉饭又有卤肉饭，对对，就是鸡卤饭没错。嗯嗯嗯，对我两个都要。有人说好，明天就吃火锅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根本没关系。讲到荧光咖喱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爱吃荧光咖喱，自己说有。哦，我觉得荧光咖喱超好吃。对，它超怪。哪有？超级怪。好吃哎，荧光咖喱没有马铃薯，我也不懂。你喜欢的是马铃薯吧？你喜欢的是马铃薯，不是荧光咖喱吧？好吃啊！那三色豆真的不 OK， 谢谢。三色豆不行，三色豆我也不行，三色豆我也不行。太棒了，终于达成一致，不行。新鲜的三色豆很好吃啊，冷冻的不行。那如果是玉米、火腿、毛豆这样你吃吗？毛豆不行。然后开始吵架，开始食物战争。直接今天变食物战争，直接原地吵食物战争，不行。我跟你这三个配色就我就觉得不行。豆包跟高丽菜，啊，豆包是什么？哦，你这样我一时之间很难回答你，它就叫豆包。豆包是什么？哈？有人说豆皮我知道是什么啊，但豆包是什么？它也是豆制品啊，它看起来很像那个豆浆，热豆浆上面那一层。
哦，然后一好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，一卷起来的。哦，有人说跟豆皮差不多，差的多了，差的多了，严厉斥责，把它ban掉，600，乱教育我。豆皮就很豆包，就是豆皮做成的包，小编说的。不然我们把小编六、欸，小编600，他说的也没错啊，是吗？他说的竟然是没错的，他说的也没错，那我把我自己删掉。他说的好像也没错，好像也没错。怎么办？我们是19分钟，我们两个，哎、欸，我们中间都在吵架。好的，总共160是吧？啊，对呀。三个便当加一加，价格竟然不用200元。这一家便当店还不到用餐尖峰时段，三个便当不用200块，菜色排队人潮也已经陆续涌入。三个便当不用200，价格在网络上有没有人可以数学一下这个部分？民众都说很佛心，到底有多便宜？这个鸡排很大，哇哦，哎，好好吃，大，而且整间店内最便宜也只要50元。就是很健康，然后又超便宜，65块而已。你看排蛮多的，大概都要绕过去，大概这个不会排好排满吗？看起来这会吧，它看起来是排好排满了。对，对啊。店内招牌价格清一色都不超过百。在台北，台北可以，台北有这种物价哦。如果再加上一只便当，等于一个便当两样主菜，只要75元，超否价格，民众一次75元呢？哦，士林这边蛮多，两样主菜75元呢。然后工人士林。所以老板就认为说，就是这样子卖就好，让大家都吃得饱，然后也花得起，对。那你如果账高，有的人是真的吃不起。佛心便当店的还有这一间，民众一个接着一个上门消费，因为价格也很便宜。有人说是士林，像是75元，有啊有啊，三种主菜：糖醋排骨、咸酥鸡、老板说士林等组合，竟然不到100元。整间便当店价格最贵的只要一张100元钞。万物齐涨的时代，吃一个便当可以100元有找，也让民众大赞，真的物超所值。三选菜，荣嘉玉台报道。好扯哦。不然我们相约明天都去吃，我们全部去排队，在场那个现在1000多人，对不对？明天我们涌入，涌入1000多人排队，我们1000多人都去排队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不好？好，那个什么万人响应，只有一人到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是我们明天万人响应去那个吃那个脆皮烧肉？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都在想脆皮烧肉很赞哎、欸，脆皮烧肉要去，要对吧？什么？我们是谁？你刚才是问我们这个问题吗？我们是扭扭，没错，我们是扭扭。刚刚那个妮妮已经被我们淡掉了，我们是扭扭，对，我们是扭扭。拜托，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是就是现在最红的 VTuber 哎，棒极计划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没有没关系，什么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身兼多职，同时我们又是那个负责人，同时我们又自己出道，有没有很棒？看到我们是不是惊不惊喜？惊喜，确实好意外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画面很荒谬？你可以下去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我自己滚。